主料，百粒100克，鸭子二分之一指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酱油、姜、八角、尖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材料，板栗若干。包割的方法上面有哈，也可以直接去菜市场买包好的成品。此加半指，切块洗净备用。先热锅下油，把姜丝、蒜头和紫鸭一起入锅煸出水分，可以根据个人口味。再加入适量八角和尖椒来调味。等鸭子烧的缩回原形后，可以加入老抽、盐和板栗一起入锅炒了。再加入适量清水小火焖个15分钟的样子就可以出锅了。香喷喷的板栗烧鸭上桌了。翅膀和鸭爪是我的最爱哈。细节图烹饪技巧。这道菜中最重要的是火候，烧得烂一些味道会更好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